现在大家看到这是 WF 环球交通大赛走进新疆霍尔果斯的一场男子八星盾比赛啊。这个红方的国枪，蓝方是来自蒙古国的巴特蒙赫。巴特蒙赫在第一回合比赛一开局，第一个扫腿就把国枪扫到，因为国枪也没有想到对方突然能不能起上个扫腿啊。国枪还是想在这个拳法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来看看他到底现在蒙古国的这位水平到底如何。从他这个站位来看，从他站位就我们看到中架势，因为他站得很死，就他腿法很死，就觉得这个水平没我们想象高啊。因为我往这一站，你一伸手就能看出来啊，你的水平到底如何。你现在看着这个蒙古国的巴特蒙赫，他是挺身上挺活跃的，但实力他的实力要比郭强要差啊。你看这个郭强又利用前手拳控制对手啊。他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巴特蒙赫，他只能是打一拳叫移动，前手拳打完他后拳跟不上，他怕，因为你让他腿的站位就不对啊，就太死了，不活，就重心不活啊，就太死了。这双方打这个实力就出来了，差距出来了啊！你现在双方想利用的刚才想上头撞，他不敢出，他畏畏缩缩，他犹豫。你让前手拳顶住啊！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蒙古国的巴特蒙赫的头的扣裆大，他拳拿不起来，实际不张前手拳一打，后拳跟上就进去了，我直接拳法就可以了。漂亮，后面的上头动作，对，实力郭强只要连续进攻，刚才高斌的上头之后，只要你连续拳打进攻，对方已经支撑不住了。郭强没有抓这种机会，这种机会就那一次。这是一个低扫腿，很重要的低扫腿。这一场裁判再给这个蒙古国的巴特蒙赫独苗，已经被扣出两分，这个强度要扣两分啊、又一个高点对上头，再来扣十分跟上去，这个比赛时间到，挽救了蒙古国的巴特蒙赫。